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今天发生了一件怪事，我不能轻易翻别人的东西，否则你找不到了。我帮你翻吧。找到了，怎么会有钱？哎，夏夏，帮我翻翻包，拿个钥匙。好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吃这些了？你看笑笑翻我了。什么？我彩票中了1亿。原来我翻谁，谁的愿望就会实现。你们想被我翻吗？我是模拟笑笑，今天麦当叫我约见熊先生。这冰熊也太萌了吧！先倒入杏仁，再给你一个牛奶浴。魔女怎么需要自己动手呢？小熊身上浓郁的咖啡融于牛奶之中，醇厚的拿铁太治愈了。这是沙丁鱼罐头的红丝绒蛋糕，还有兔兔奶冻，创意颜值满分。你好，一共150块。我要用意念控制它。给我免单，给我免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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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免单。今天又排不上了。笑笑，我做给你吃啊。你跟我来。羊棒骨肉筋饱满，一撕就骨肉分离，香辣软烂。哎，别扔，骨髓才是精髓，吸一口还有一丝奶香。真是高手。笑笑，我想吃那个。了解。这洋芋环炒的焦香入味，是吧？蘸个葱油饼吃。这家人均60，好吃不贵，也难怪你总排不上队。笑笑，当你的粉丝真好。必须的，下期想吃什么，我做给你吃。笑总好。笑总，有粉丝说想去海边吃海鲜，那就来个夏日海岛风情。依然让我粉丝体验到海边的感觉。听见海的声音没？听见了。那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？笑总。那粉丝说的海鲜呢？变鲜虾、海螺、生蚝、大闸蟹。哇，这家粉丝都能吃遍海鲜了。那当然，我的粉丝到店必须吃得舒服。粉丝们还有什么愿望？你看这个，粉丝居然想见他。厨房，厨房，集体加班，集体加班。这里。声音就是你了。我要原味芝士咸蛋黄，狗头蛋糕就是天然好吃。师傅都给我装满。他一个人吃那么多。我是请我200万粉丝吃的。等我吃什么呢？嗨，笑笑，给你。哇哦，是叫笑笑萌还是笑笑？是笑笑啦，谢谢笑笑萌。是粉丝就有蛋糕，新加的算不算？当然算。新粉老粉一起宠，让我听听下一个粉丝在哪里。